他就是来公司，就是一定有所谓的那种让你觉得那些贵妇会喜欢的味道，因为你这种一般的味道，他们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个质感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谁能分辨出好货？好货人家都珍贵，好不好？臭高它可以养颜美容，还可以养和气发炎呐，降火气。你们两个什么人贵都分不出来，是什么烂东西啊？跟你说啊，我觉得今天就是测试你们是不是这种贵妇命。我就算有这命，我也不可能是贵妇啊。是吗？没有形容词。好，尼夫是尼夫。我说一件事情，现在多少男生在保养？对，是不是？比女生还会保养。对啊，那女生是不是在保养？这肯定的，因为我肯定是每天都是这个，我连 SPA, 每天都还在保养，我肯定都有。我这贵妇等级，我 SPA 做很严重的。他的另一半可能要保险会比较多。他保养成瘾症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，我们今天是真假贵妇，我们需要辨别便宜和贵的保养品大赛。太难了吧？有什么事吗？干嘛？我脚很酸。贵妇没办法站太久。不好意思，这桌子负重量只有30公斤，小心点。贵妇有三人呢，我们会先第一关是面膜，第二关是化妆水，第三关是精华液。嗯。每个都有三个品项让大家去测试。好。对，那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的化妆品都是身体赞助。难怪只有他全装。身为电商 CEO 这件事情，我个人想要发烧，我们看到的商品那么多，对，弄过的东西多不多？多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有这样的主题，可以看你们到底是贵妇命，算厉害。对。好，身体就当关主了。好。那等一下输的，每一关输的都没有猜中的会有惩罚。你们惩罚都必要吗？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来，今天的主题是说测试自己是不是贵妇命，对不对？皮肤是贵妇，那如果被测出来不是贵妇了，还被惩罚，这也命太惨了吧？你可以啦，你不是贵妇，我下去一把就去了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由我说了算。那我们问题了，惩罚是什么？公厕会，怎么有滚粘？这个公厕会搞得全身那种不对劲。公厕不是，我觉得它是水管，好像加一点屁味、屎味啦，垃圾的，是尿垢味，是尿垢。那木木，你是不是你闻不到东西？是不是？永远闻不到，有点吓我，以为你已经确诊。确诊，确诊。你身体还好吗？还可以跟我们玩这个游戏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最后三关都有胜利的人，我会有加码。哦，加码，神奇的贵妇蛋糕。它是只是选哪一个是贵的，哪一个是便宜的，这样吗？对，的价格。我要闻一下其他的。跟你们说，你们刚刚说有人说浓稠、哦，这个很香，太香了，太香。然后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有时候它的胶体加入比较多，所以也会有浓稠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布织布比较高级。这个只有水吧，它没味道。哎，有人说布织布高级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。有点闷。这个造型的我之前就敷过，它是贵的吧？我不想跟你讲。那就不是。我们看，我们看。好，选另一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3、2、1。好，我选定了。选好这个。所以。好，等一下依序敷一下哦。我觉得这一款。最贵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，你仔细看它的布织布，它的质地用的比较好，然后它的精华液，眼看就觉得很浓稠。浓稠，哎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其实有些精华液浓稠不代表什么。对啊，哎，我也没办法，你选定了，你就只有这个命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就说我已经敷过了。很难讲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试试看，可以。那韩式面膜你觉得贵吗？对，韩系面膜算是贵，它是韩系面膜，它可以反悔吗？不行，你不行反悔。我知道答案，我知道答案，答案什么答案？我知道两个是最贵的，我知道。那下一个，这个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最贵，只要
是这样子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陈翔刚说，你说百货公司都是，可是其实有很多香味其实都是加。马来西亚，我跟你讲，它就是百货公司，就是一定有所谓的那种让你觉得那些贵妇会喜欢的味道，因为你这种一般的味道，他们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个质感，没有那个价钱，很有道理，所以他们看它的质地啊。没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它太香了，它太香了，香哎，它太香了，它太香啊！你这个也太浓了，沒太浓了。我这个把这个太浓了，你这个布织布一大堆，这个平衣货也会这样搞啊，就是为了来看你的心态呀、啊，就是为了骗你那你先问，你不你一件一件。这是有歌剧吗？哎、欸，这有歌剧魅影的感觉。对，我在看它。其实有时候你不看面膜，可以看面膜纸啊，精华液的纸。因为这个味道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不太会花太大的钱来买面膜，这个味道。所以你不是贵妇。那你觉得这个面膜大概多少钱？面膜大概要1000多。那么贵？1000块，将近1000块。一张哎，不可能。一整盒啦。我觉得有点贵气，因为这个价钱。价钱对。我就说快1800、900、700。对他来说，那个钱差不多啦。对，你的 range 太奇怪了，7、8、9都算1000。对，换小伟哥。小伟哥，他们刚刚都是猜最高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猜个最低的。嗯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是最低。为什么？小伟哥自己认命啊，他觉得他去测试低的，没有，原因是其实基本上我不用保养品的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值很好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身为经纪公司的老板。我相信太多女艺人接了很多业配，那我是抱着神农氏尝百草的精神，我要先用过，我才能给我的艺人用嘛。是，你知道我讲的是，我也是，身为一个 CEO， 我也都要用过，所以我也知道怎么用。你确定你有用？你看我牛吹的，你看这装出来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我化妆，你们两个够了，赶快出去。好了，我来试一下这个。而且小伟哥要示范的是如何不脱眼镜敷脸。哇，太期待了。热热的，这个一定是贵的，这个会贵。我们敷了脸，你要戴面罩，我觉得我里面湿疹。它这个有点热热的，而且它这个面膜旁边有切面，对，它那个如何？它感觉是一整盒，太多片，里面感觉是卫生纸似的那种抽取的，像牙刷面膜，卫生纸是一直很多片一直抽的。你没有预算买面膜，也不用一次来这里敷满，好不好？我的皮肤灼热，是 OK， 是受伤过敏，不是，他是感觉是要换。没有，他这个是糖心子，他有换肤感，糖心子口味的，他是有效果，或者是拉提，有拉提效果，有紧实效果。好，那我也是想要选这一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本身就是最便宜还是最高的？最便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在场21岁刚毕业的人，然后没有什么很多的钱可以买高级的。对不起，我心情很重。那为什么有高那么完整啊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没有，因为这个就是我平常会用的，就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最便宜的。好，那你敷看看，选我应该是不会错，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它皮肤其实不错，错、啊，年轻啊！哎，老师，他21岁，我这应该就23几吧？没有20几啊？赶快跳过这个话题。那我们是纯粹会想要跟拉低，评价拉高了。哎、欸，小伟哥是第一波打疫苗的，你别忘了。很气，他的毒气很差哎、欸，他就是你看会很差。谢谢你。我是一个懒的男生，可是我唯一会做的就是敷脸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贵。你的应该都脱落了。没有，我随便敷的。来换你，换你，来。因为我刚刚就是先不弄，然后我先观察一下你们每个人敷的样子。结果。然后这一款我记得我好像曾经有从某个节目拿回家敷脸。感觉它要嘛不是中间，要嘛就是最高。大坏就是。但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制作单位毕竟都有点卑鄙，所以会不会是反向操作呢？哎，有可能哦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强强的这个面膜很服帖，最服帖，最贴就是一直掉。对，最服帖不一定哦。它一敷起来之后，现在就感觉很苦命的感觉。你要看一下你自己，你以为自己有歌剧魅影吗？不是，他刚刚说他的脸盘有点灼热感，我就想说，他是不是刚刚有吃错东西？过敏。好 ，OK， 我要选这个是贵。他现在让我看到他的精华液是最多的，然后是有扒在面膜上面，而且是双层的。哎、欸，它是怎样啦？哎、欸，我这个敷起来感觉很不错哎、欸，我这个敷
材我感觉有拉提提升的。真的吗？难怪你现在讲话有点怪怪的。他乐乐37.5。我觉得面膜如果要从不片发白发就算贵。没关系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。我看，现在你敷好了，那我们大家基本上选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五八白发，然后你们把你们觉得最贵的照一二三这样子。一二三，好，最贵的。什么鸟啊？这个我跟你讲，我的答案不会错的。好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再不公布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敷的是面膜还是我水蒸气。一二三，公布一下。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呦，所以你们觉得这是最贵的？我们觉得这最贵，这最贵是。那我们现在公布答案喽。一是我的心机面膜，保湿面膜一片74。哎，我上次跟你们讲的这些都不要看破，你们看。刚刚有讲到一个一定，那我觉得最贵的搞不好是他盛强姐了，强强搞不好是对的，麻烦在你们找厉害的对手跟我 PK 好不好？拜托你了，那我们来公布二号答案，就是最贵的，强姐，强姐，它是资生堂紧致面膜，所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。热热，等一下，它一片多少钱？它一片呢是716，多十倍，然后一盒一片，好贵哦！我敷了半天，你们在想想多贵哦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其实有在提醒你们，我刚刚说面膜它是最服帖的，你们为什么不会相信我的话？它是最服帖的，为什么你们都会相信我的专业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味道是平常你不会闻得到的味道，这两个味道都很普通。但是我们就觉得它太香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前几天才去，我前几天才去贵那个百货公司买东西，他们所有的精华这种东西都是香的。都是香。那那个呢？公布第三个是 List 亮白面膜一片25，你看吧。我们现在是要最贵的，我们要最贵的才也猜错。哎，我一分了。大蒜面包酱是不是？这太臭了吧！哦，真的很臭，超臭的，臭高，臭高，臭高，臭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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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它现在就像大便了，所以你大出来会更恐怖，因为在你身体里面会有其他的效果。理论不是，好不好？吃啊，好不好？它还会回甘的，好恶心！你要不要戴口罩？好，面包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。它脸，它脸很臭，我的脸容光焕发。对，我看这里都很臭哎。快点，快点！第二关，我们现在呢要来猜化妆水。化妆水，哎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先可以跟你们讲它的 range， 便宜到500，贵。5000多以上，对，其实落差很大，其实落差很大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从一些质地啊、吸收啊、味道，好，好，开始吧，开始试用，一二三了哈，对，谁要闻？我也不用闻啊，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到啊，我只能用擦看吸收的感觉。平常应该都有用化妆水的习惯吧？我没有。好，那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个小长知识哈，化妆水其实就是再次清洁跟软化角质，它也可以湿敷。所以呢，其实有一些化妆水贵的，对，你会觉得哎，特别的保湿，是。然后你可以按一下下皮，有一个精华的哎，哪一个？第二个，第二个超好哦，而且第二个它有油水分离，你看它就知道，就是说它的成分蛮多的，华不代表贵啊，控油产品均价都不贵。我知道答案了，是吗？我知道答案。没有这么多水啊！我会以防大家后答案做错。
水，我知道答案。水不代表不好啊，因为好吸收嘛。我再谨慎一点，我知道答案，我真的知道答案。猜错的，我跟你讲，保重是错的。你在干嘛？我已经没地方哭了，翻不干。心里也有。好，我现在心中的答案。一二三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是吗？我们等一下先从最便宜的公司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不能跟你讲答案，我不能跟他们说。不要吃那个东西。我也不想吃，那真的太臭了。再吃一次。哎，这么有味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墨菲定律等下吃。没有啦，不要逼我讲话。你觉得哪一罐比较臭？我真的会吃。擦一下，虽然洗一下那个味道，真的很臭。来啊，来啊，这个跟这边。好，来啊，三二一，翻牌。三号是最贵。二号是最贵，是我吗？最贵，二号，哎，二号现在两票，哎呀，我也在二号三号之间挣扎。我跟你讲，我跟 JIC 啦，为什么你觉得二号最贵？以刚刚那个面膜浓度、味道的浓度那么浓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它是最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市面上很多开架式都是这样，都是这种油水分离。我之前用的很多开架式都是像这种有胶原蛋白，然后会黏黏的，然后吸的也很快，但很快就没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先公布。最便宜的就是一号肌研保湿化妆水，它一瓶市价440元，440而已，太稀了。我觉得年轻的用这款一定是 OK， 像木木，我就够了。小伟说，小伟哥，小伟哥都用这款啊。好，最贵的，好来哦。讲完了呀。最贵啊！我不可能错。最贵的是三号海洋蓝蓝矿泉水。对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最便宜的本来就不叫太行了。它的价钱差不多是5000元，那它一直都是顶级性的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有优惠。好白痴！三号好。哎，我那不用错，我答对了，我答对贵。木木是两个吗？没有，你只有答对一个。我就答对贵便宜的，我本来就不在行。中间啊，因为刚刚中间有一些有问题，它是 Dr. May 的美模式。双精华化妆水，它的价钱呢大概是1680，你们是一样吗？强强恭喜你，哎呀，我是我答对了，那两个怎么办？两个没有啊，不是我，两个都吃，放过一个，哎。很有自信，然后现在输了，我们让他好好的左右放，来钱，来猜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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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都写错一个啊，好，三个都错一个，谁？错一个，我们三个都错一个，不是我猜最贵的，你也猜最便宜的，我这个不是要猜最贵的吗？贵跟便宜，剪刀石头布。谁是从头到尾全对的？第一关都有错的，而且我觉得我第一关被惩罚完之后，我的运完全改改倒了。转运哦，那就看下一题你会不会转。好，来来来来，第三关是讲精华液。哦，是精华液。精华液大家都知道什么作用吗？就是针对皮肤的作用性，直接立即的去改变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精华液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还是一样。质地，味道，精华液的浓稠度是不能用来判断它到底好不好。我觉得不行，因为精华液有时候，说真的，有些化妆品起屑，对对对，那代表它的一些胶体加太多了。
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精华越来越好了，其实说真的擦了已经都是会完全所以会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最贵的精华液是什么，我只能跟你们说是几，直接告诉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擦。哦，是一二三哪一个？我不知道，一共两种，它最便宜的啦，谁知道怎么擦最便宜的啦？我现在立刻试用，立刻试用。哎，专家，那再问一下，那如果会起屑，基本上就是不太好的。其实我觉得会起屑是比较适合年轻的，好年轻的。对，但是所以不一定是那种整个好像很黏浓稠，就一定比较保湿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我哎，我一样啦，我这两个是最贵的啦。最便宜的我是不知道啦。哎，蒋蒋，你刚刚没有试用？我三个都试完了，我一下就知道什么是最贵的。但我最便宜我擦不出来。冷静。其实精华液会有点难擦的原因是，像木木这么年轻，它擦上去其实是吸收力都蛮好。没有没有，其实吸收力最好应该是小伟哥，因为它可以立即撤，因为它皮肤特别干。对，没有，应该是说你年纪来讲，它需要养分最多。我有很多秘密，你要不要讲 ？OK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们很难猜，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判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像小伟哥，你会觉得说油是最贵的啊。小伟哥六月就打油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到现在没打。然后强强会觉得说，嗯，没有，我觉得香味还是比较重要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它是最难的一关。对，我觉得它好难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快过了两分钟，是吸收度如何？吸收度这个没有。好，光泽度看一下，光泽度。这个都亮。其实现在不是有很多的，比如说有人在介绍影片，就是 BA 嘛，立刻会有。所以月光泽代表，月光泽代表月桂，吸收度、保湿度。立刻，所以很快吸进去的它就是失败的。不见得、啊。好了，我答好了啦。现在很多精华一堆。对，我答好，随便啦，要怎样就怎样啦，反正我就是认定只知道这个。不要这么负面好不好？我刚刚吃完，我都还是保持正面的心态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这其实很难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越多成分的，又觉得好像真的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。对啊，我跟你讲这个秘密，你不要点头了。大概点头了，翻开你们的答案吧，一二三。我们说贵是三号，便宜是一号。哎呦，你说贵是一号，贵是三号，贵是三号。哎呦，小伟哥贵是二号，没关系嘛，看谁错的多嘛。OK OK， 看谁错的多，那我现在就先公布最便宜的就是二号。钱呢，其实就是140ml，990元。这个对也很便宜啊，你知道那个东西没有？没有，它加太多东西了，它太多东西了，而且它加了这个，让你觉得像我第二段的，它加了会擦起来亮亮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好了，因为它这个牌子其实是韩国的牌子，而韩国也是组合视觉效果，然后但是韩国居多的保养品都是平价，比较平价，也是平易近人，用不对的，对，它可能也很好用。好，我错了一个。最贵，最贵二号的应该都是保送啊，保送。哎，你们看起来都。我要来公布哦，中间的价钱，一号梅净丝的亮白精华990元，50ml990元，好，那我现在公布最贵的，最香的就对了，最贵呢是三号法国胶囊的蜂凰乳草，然后它是总共1300元，听我的就对了，只要有香味的都是百货公司货，不是不是，来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蜂凰乳会最贵？其实它的这个油，我来补充给大家讲，是他们的品牌。一直出公司讲一年四季都可以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现在听不下去，我都出神了。哎，我要每一个都要试一下。听完专家讲一下，这个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例如说粉底，像你说强强 MC 来啊，比较很难盖的，就可以用这一个。像这个蜂王乳这个，它是强调一年四季都可以擦，对不对？对。就像我们的臭膏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。这王谁啊？都有做。请问谁都吃？谁都两题错了？快点谁？我们都不用，我们先庆祝一下。你一定要试一试啊，真的很好吃。为什么大那么大？我可以问一下，你们跟他有仇是不是？认真吗？这边总会跟你真的规格嘞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真的好吃，我不会骗你。真的很错。小伟哥，这个蜂王乳的这个啊，它质地真的比较不一样，小伟哥。对。那我整只手背都擦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热热的，这个滑对热，而且它吸收很快。真的，这个很臭，这真的是一年。
四季都可以擦，真的真的。他走心，他刚刚都正臭。我觉得蛮香的，有香的，一定要灌注哈。谢谢大家。他有两关都出错，我三个都答对，最贵的是什么呀？我的脸很贵。哎，没有葱干的味道，葱干的味道。但是嘴很臭。好吃吗？蛮好吃的耶，我觉得你很好吃的，就很像臭豆腐。哎，木木没有，这要吃完的。也是不要，太可以吧？小雨就示范哎。想要证明一件事情，他是货贵妇命，我只有好东西哎呦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给你们吃最顶级的臭包千层派。好，那这里好像就有这两个，有帮你开一个洞，让你可以秀，秀，海海洋拉拉，就来，就来，这个，你想选这个，第二名是我吗？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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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我不要选了，没你直接吃了。哎呀，三！哇，我是大哥哥，我是那个千层派，你是喜欢？我也是啊，这个是芒果口味的。都是千层派，因为是新口味。对，新的。好，很好很好，所以呢，等于是你们就可以好好。两位今天美食之旅来了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所以记得要订阅我们的。女人的美丽。